兄弟们，又是一个落潮日，今天跟我下去一起看看能有什么收获。 Let's go。 哇塞，快看，这里露出一个小螃蟹。我的妈，哎呦，这家伙，他这个虽然不大，但是他挺凶的啊，收他。哇塞，快看，这是个啥呀？哎呦，这个小家伙他可挺会藏啊，这螃蟹太小了，咱就不抓他了，放你回家吧。发现一个矿泉水瓶，这个咱也把它带走了。绿色大海是我家，人人都要爱护它。快看快看，哇塞，发现一个情人贝，这个贝壳好漂亮哦，带回家做成标本收了。快看快看，这个位置发现一只猫眼螺，哇塞，快看它的眼睛，我去，这大陆好肥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